那加那个啊，我们一个村民改成怨灵，那我们换去美术馆哦。好，去看世界的体贴了。咦、哦，爸爸你干嘛？爸爸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，世界的体贴比较安全呐、啊。别说，你干嘛？我跟爸爸，我在跑。爸爸很危险，爸爸很危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的杀气露出来了。你要找到人啊！一比一比呀！啊，你怎么又死了？你又可以放了，那么厉害！你有看到是谁吗？我有人应该是法法打比一把。哪有？不是我啦！感觉大家都安全哦。啊！是繁星，繁星把装备脱下来了，他要穿上去了。哇！那、啊、我发功告没有没有，他是 OK 的，他是 OK 的，他是 OK 的。不，他还可以动，还可以动。这是 OK 的，这是 OK 的。谢谢你。等下，你看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危险，你们后面危险。不好意思，要用光，都用光了，多好，多好，多好。哦，我感谢你，我刚刚那边有三只。好说好说。谢谢。干嘛？我们是没心结的。希望你等下可以唱好一点。好。唱你的主题曲。来，对，是谁？是谁？帮我跟你讲。去哪了？所以繁星可以动哦，繁星可以动啊，所以应该是发发吧。左九，左九是不是你？左九、啊，我刚刚在看这里有人，我就跟着进来了。哦，那左九你什么职业？你什么职业？啊，我是左九。好了，漂亮了，漂亮了，漂亮了。所以是左九，他犹豫0.5秒的时候，我就票他了。我刚完全没做任何事情的、欸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有一只狼从电梯经过，然后我看到两只都往电梯走。哎，谁趁乱偷打火？谁？感觉好像团团哎。我跟他了，巧克力是不是？我跟他了。你要认好大哥哦，你要认好大哥哦。大哥，下个月见了。我要左右，我要躲起来了啦！等一下，玩到我被杀。没有倒，没有倒，没有倒。我要被揍哎！那是干我什么事？我是谁？我只是好奇看有谁，然后就被怀疑了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是时间。等一下，有两张。谁了？狼狼狼！我知道是谁了。进来、啊，你们两个都是坏人。小雨洞，小雨洞，有。可恶！来啦！哎呀，来啦！不要弄了，哈记来啦，哈记来，哈记跟发发吧，甚至哈发，不是哈发，哈发，哈发，好吧，好吧。那天灯那么多狼的吧？啊哈，哈发。哎、欸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哪里啦？那个电梯，电梯，电梯，啊，在哪里？我在你心里。那个，我有一罐大，是不是？他这边，他很常在这边，他很常对一罐大罐好喝，然后塞给你啊，一罐大罐。我们倒下，直接倒下他自己的身影。不要啦，我觉得等一下晚上他要出来了，我要走。剩孤狼了，剩孤狼了。啊，怨灵是谁？对对啊，对，这个还忘记了，怨灵嘞。对啊，还有一个怨灵。预言家是谁？预言家谁？查一下怨灵呐。查一下怨灵。好好好。你看谁一直？你看那个，大家在那个他面层集合啊，低速面层集合。这在哪？我在那个晚上的时候，我没怎么看到小雨哎。我没有小雨有亮亮，小雨有亮亮。蚂蚁嘛，是不是蚂蚁？啊，我觉得是蚂蚁哦，他刚刚都躲很远。我刚刚好像跟上一场一样啊，我余光好像看到狼人。小雨其实可以直接走上来。你说你有看蚂蚁吗？有，他是狼。哦，他是狼。讨厌零啊，讨厌零。那应该就是繁星吧？就是，繁星是狼。哈记啦，哈记呢？那就是哈记啊。不是啊，哇，哈记现在在哪里？我们老板哈记你在哪？对啊，你是在世界的体贴。我看不是他，你家是心里。我在你心里，你看这个大屏剩下的就剩那一溜的，蚂蚁溜的，哎，蚂蚁不能掉，还有 CP 呢 ，CP 死了 ，CP 死了 ，CP 倒了，繁星跟左九，现在多分弄多久啊？悠悠，好，怎么改的嘞？哈基你在哪里？哈基在哪？我在你隔壁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哈基在那个夹层之间，我要去夹层，对对对对，我现在在夹层之间那边，对对对，我们继续夹哈记，夹哈记。
时间要到了，时间要到了，时间要到了，不好就直接给预言家吧，直接给预言家用就好了，给预言家啦，我自己来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给预言家，给预言家。可我们两个，如果我们的话，对啊，他两票，他两票，他没了吗？他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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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们小心哦，你们屁股有狼哦，屁股有狼，哎。请你喝这罐，嘿，奶，哇，他们都，你喝奶茶呢？再来喽，三个一，走起！哎，谁？哎，我骑士穿，对不起，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就打我，我啊，小雨，这就打我，对不起。你们二选一，我帮你们二选一。左脚自己来，左脚自己来，打我，自己来，打他，打他，对对对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怕之前要看我一眼，你们。我觉得我好像旁边威胁他。我直接用手指。啊，我唱歌的，我唱歌。我越加，打死我了，打死我。完蛋了。啊，那个唱歌预言家留着好了，唱歌走开。对啊，预言家只能唱过来，打死我了。哈哈哈！对不起啊，我切窗切回来了。预言家是严禁切窗。哈哈哈！三个一太快了，三个一太快了。哎呦，关灯，这应该是杰克关。我啊，我就喜欢关灯。你都喜欢黑蒙蒙的时候来，黑黑的时候来最刺激的是狼。你是好，你是好，我一直都是狼啊。啊！我按错了，要出事啦！要出事啦！出事了！嗯，哦，是，蛮用狼舞蹈的。哎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怎么有三只狼在？嗯，我看了什么？死掉了，在干嘛？我没办法帮你，我是个村民。提速快跑！巧克力快跑！巧克力好像是狼，被狼给叼了。巧克力不是狼，哦，那不是狼，死了不能说了，死了不能说了。爸爸，你走开！爸爸好的，爸爸好的，爸爸好的，爸爸好的。你是什么职业？我好人。你好人什么职业？是吗？我骗你干嘛？我刚才叫你赶快跑呢。哇！你隐形呢？我没有。爸爸是不是？爸爸是不是？爸爸是不是？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。白金是狼啦，他叫白金乖乖的。咬哎、欸！我刚是看有一只狼跑下去呢，哈基是什么？好混乱呢。哈基好像也是好人呢。我村民呢？有两个村民了，两个村民，还有这个名字谁？我是村民，我是村民，我真村民。我也是村民呢。啊，白金，白金，不是你，不是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我宝贝，哇！已死，完了，输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我是狼，我早知道就不要那个干嘛？哦，没事。哦，我不要，不要，哦，好险你摔下去的，好险你摔下去，哦，不要啦。混乱哦，混乱哦！不公平！剩下四个多人，谁啦？好像有怨灵啊！好像有怨灵呢！哎呦！杰克出来了，杰克，我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杰克出来了，杰克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杰克。没有啊，敌数怨灵，敌数怨灵。对，我怨灵。我出名哎，我出名，我出名。发抖的声音。啊！如果你可以相信你的运气啊，你说你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怨灵？我是。你是？哦哦哦哦哦！你说为什么？如果他不是怨灵的话，杰克怨灵的话，我们就输了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怨灵要把狼都杀死啊。对，是狼要杀死。对对对，真的要杀死哦。哦，是哦，杀我们吧。对对对，迪叔，你最后有什么遗言吗？阿妹，我不是想说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
阿妹，阿妹，哦不，哦不，好，哈哈。哦不哦不哦不，村民啦，小小村民一直不要这样子啦，不要下来啊，不要，没有痛苦，我也没有痛苦，别克喊不死的啦，就代表单挑啊，单挑啊，来呀来呀，斧头给我，斧头给我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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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给你。对，骨头，都给你，骨头给我，都给你，有种把骨头给他，白痴，把骨头给他，给他骨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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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给他骨头，等一下，我有骨头给他，给他，给他，骨头给我。太神啦，太猛啦，太神啦，天德天德，哎你怎么死了，我们已经被普通砍死了，我想说哎、欸、没有，我想说技能用一用好了，反正快结束了，按一按就把他拉过来，他会死我这样我在叫砍，砍到一半我都砍到人了我刚刚没看到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看到繁星死掉哎、欸，我真的太快了，一瞬间了，瞬间把狼人可以把斧头给拉哎、欸，还没看到繁星死。因为我以为哈基给斧头就在那边乱玩啦，就没有他把衣服都只给我装备而已，他给你装备了，完蛋，躲很久哎，哦赢了，哇，杰克我剩三颗星而已，可恶。举起手来，举起手。哎呀，哎，哎，然后为什么刚刚迪叔你会自己跳？因为你呢？我想说，你刚刚帮我讲话，为什么帮我讲话？结束了吧？对，不说好。而且对你来说，不管怎样，差不多就结束了。而且你看到，你刚刚看到的人，就是我那边跑来跑去，发发是站在上面的。我死了，我以为是发发。你看，你不相信我？我刚刚还以为发发是怨灵呢，他想的超像怨灵的。真的吗？你想的很心虚耶。哪有？我就说我是村民哦。中气不足哦。不是啦，蚂蚁一直走走停停，你在看好队友的名单啊？要交谁啊？你是不是看队友有谁啊？清楚最好是谁？你现在那边很危险，我远离哈基，哈基很可怕。但是没关系啊，反正那个蚂蚁是你找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私下打架啊，直接识破。是有被追，帮你一下，拿花路朵，哎、欸，这是好的。等一下，你不是好的，他还在演哪白痴？你杰克，你把他害死了、啊。杰克，你我不知道。这个放给众人。哦，谢大哥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又按下去没唱到，我已经按了。赶快走！哎呀，我不是狼人，我是预言家。我不是狼啊，我听到了，哇，怎么人这么少人呢？怎么一个晚上都死那么多人？我怎么不见了？干？怎么这么快？哎，我怎么死了那么多？三六十六个人，六个里面有三个狼，一个院。走，我们去。方法，这个拿手，这个拿手了。哪一个？这个，你有顺头吗？这是狼，这狼。好，谁？哪里？你在打，我在打，我是谁？主持人，那个跳出去可以，不是也是？啊？为什么？不是你快跑！有你事吗？多久？不是他，是他。我相信我。不要犹豫了。我每次什么都没做，然后就被。你有你身份，你跳到。我走了，快走。我努力票小雨了，我一个转角票。就我差点被波波打死，我是那一秒刚好白天的，我随便跳。多想，好，我赶快跑，我在哪里呢？我走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，那个随便一点就知道了。拜拜，所以就是迪叔跟波波啦。为什么？爸爸，你为什么丢墙壁啊？丢错的，晚上都要丢自己，晚上都要丢自己。晚上丢脚底，丢脚底，对，丢脚底是好的。对，晚上哦，白天丢脚底，晚上哦，白天不行，白天要丢人，白天要丢人。
丢！我已经死一个多久了，不行，我们要再继续多久了？一直活下去，木塞，哇！我想加入你什么？不 ，Hi Chocolate， 我可以召唤伙伴过来哦，你不要来哦。给你召唤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会用什么？你用看。可以你怎么忍不住了，李叔？你要憋住啊！跑酷压力太大了，对不对？跑酷压力太大了，没很久了哈。我又把斧头丢出来哦，我是有。没想到这么可以砍，有没有？有机会还把你们砍了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